得了帕克森有3年，我这边手抖得很厉害，抖得我晚上没办法睡，还有抽筋，抖得连那个床都抖了。在我这上课的今天第三个晚上，第一个晚上回去一觉就睡到天亮，从来很久没有这种感觉。一起来早上起来很奇怪，为什么一觉睡到天亮没有起来上厕所，也没有抖。那第二个晚上又请过一次，第三个晚上是昨天晚上，也是一觉睡到天亮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从来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，没有这种这样的那状况。我看是因为来的长生学，得到慧老师和各位师姐，尤其有一位师姐是叫她唐太，她唐太请 ，please。他已经上来，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长生学的时候，他就由小云师姐安排他来认识我，来我家里。他住的离我家好远，要一个钟头的车。他没有，他不会开车，但是他的先生开车送他来我家里帮我治疗，我非常感谢。同时，那是刚好是流行症感冒很流行，他都带着病重来看我，照顾我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现在的手比较不抖了。哎，奇怪，这几天没有不抖了。认真做啊。今天不是讲你还有几年的，我这边手不能够打那个蛋，我们做菜蒸蛋是不要先把那个蛋白的，我不能够做这个动作，每次打烂蛋了就叫老公来做。但是昨天我们吃蒸蛋啊，我就奇怪，一拿筷子就可以打，我感到很开心。